他说："哦，那个，我觉得组团这种事，你应该要找那个程度差不多的。"所以言下之意就是他程度比我高，他就是看我无的丢啊。那我当然就觉得很堵然啊，我想说啊，你写的超不行啊，那就好像程度差不多就程度差不多嘛。他说你应该要找一些同伴是你可以你们现在什么都不会，你们可以一起去学，一起进步这样。我说好，所以我就找了一样同班的贝斯手 PP， 然后还有当时的同班的另外一个同学叫荣燕，他现在是在高雄的那个流行音乐中心工作。